今天哦，本人非常高兴哈、哦，接着2016年的时候，我担任副总统的时候呢，有来参加我们国家第一次举办的国际邮展。那今天又以院长的身份啊，来参加信的邮展，我相当的高兴。我本身就是集邮者，那我因为集邮的关系，所以我知道集邮有很多的好处，可以增加很多的知识，包括人文的知识，包括对于大自然的了解，各个国家的了解等等哦。所以呢，是对知识有帮助，叫做益智。第二个呢，你在收集邮票的时候，你心情很愉快，所以呢叫做怡情啊。那第三个呢，哎，因为我们邮票常常换来换去啊，互相交流，所以呢我们可以以邮会友哦，所以可以交到好多好多好多朋友。所以我相信在座的这个集邮爱好者哦，你们都是跟我一样是好的集邮者。我到现在还每一年都有一本那个中华邮政出的这个邮票集哈。那刚才讲过，这个邮展呢实际上是2020年举办。那到因为 COVID-19 的关系哈，所以我们延期到今。但是讲到 COVID-19， 我真的要谢谢我们中华邮政，在这个最艰难的情况下，中华邮政的每一个同仁都不辞辛劳地站在第一线啊，然后呢帮助政府配送口罩啊，或者是酒精啊，或者是快筛试剂到医疗院所、到邮局哈，大家在躲避这一个疫情的时候，他们总永远站在第一线，所以我们要给中华邮政在防疫上所做的这个努力，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。所以我再一次呢，谢谢我们邮政公司的努力，然后我相信呢，这一场展出一定是一个缤纷的这邮票的嘉年华会哈，希望全国的同胞大家一定要来看这个展出。那也祝这个展出顺利圆满成功之外，也祝福在座的各位贵宾，大家身心灵健康、平安、喜乐、万事如意、家庭美满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感谢院长的支持。3、2、1，请按钮。